还有小谁？因为自重的关系，真要唱。好了，不客气了，不客气。一心师兄，我们要多一点，你也放这么辛苦啊，哈，谢谢，谢谢。先开，好了，哎，又了，先开哦，有的是大象，有的是猪耳朵。二位，二来，好，无啦，好，我现在滚扛呀，滚扛呀，我他妈又换象，知道吧？那又刚平滚。好，哎，又了。先开啊，有的是大象，有的是猪耳朵。后尾，后来，哼，我来，我现在滚扛呀，我他妈又换象，那又刚平滚了。来，今天下。我要求你放松心怀。
为我们第一位男众搞不好他怕这样子哦，对他不方便，所以我们请他的夫人来帮忙代收啊。啊，第一，我们第一位男目前现在以地文市长，我们第一位长现在目前任职在 A 部区的副总编辑哦，明年接借我们会里面的会长哦。他的文章很好，他是中文系毕业的哈。他说姐姐太小，你可不可以给他三十秒？那起码五下哈。要下啦！要这样。潘建华市长。哦，潘建华市长。潘建华，你下。我赶紧走吧，反正快点，你继续拍。来，请下面一位。魏姐，先说我的电话，录好票，录好证，哦。不然有人要上高头拜，这样我徛袂起来，上。明年还有机会，他如果在56的加重里面，他排来第五，所以算起来才是第二。那我们这里呢，为了鼓励他，明年继续再参加一年，所以我们跟总会的他给他一个纪念奖杯，然后顺便给他一个红包，让他作为奖学金。还有现在请分享妹妹。也没有看过，我来台湾就只有这一次当客座教授，实在非常的荣幸，怎么都没有掌声，我老是觉得你都是掌声的。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谢谢。哦，那你可以就你上厕所就可以了。发音不同，所以讲话出来不太一样。像老师是阿。
忘记这件事了。可以这个节目完之后，我要回到美国去当胆战的阿公了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你是在拍照还在上？六十元是啥？